摇过的汽水怎么喝？喷出来。我教你一招，不会喷，用力摇，用力摇。好了好了，我怕你要走太高，你把雪碧这样弹一弹，弹一弹，弹一弹，然后就不会喷了。放屁！真的啦，可以了。然后这样看就不会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